县长罗汉文等一行，今天以一天的时间巡回到各乡镇所处的行政及自然村里，慰问清寒的民众74户。他们每到一家，除了自赠端洁慰问金以外，并且亲切地跟民众谈话，同时为民众解决很多生活上的问题。民众们对于罗县长关怀跟照顾都表示感激。